运动自由广阔天地，运动开创崭新天地。彭广阳主播，纽约捕鱼绰绰有余。愈战愈勇的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纽约大都会队于七月三十一日午后在佛州迈阿密客场挑战马林鱼队，中场以九比三轻取对方。全场在第一局上就先持的点，团队共击出十九支安打，地写例行赛季至今单场安打最多纪录。 并且创下自从七月二十四日以来连续六场胜利。大都会队本季最佳连胜纪录是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一日之间创写的六连胜。大都会队在这个球季已经有六十场次在赛事之中先持的点，并且有四十九次因此中场获胜。大都会队属于大联盟国家联会东区小组，目前出赛一百零一次，六十四胜三十七负。 马林鱼队也属于大联盟国家联会东区小组，目前出赛一百零二次，战绩四十七胜五十五负。双方由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以来，已经交手过一百六十五次，大都会队以九十七胜六十八败的成绩领先，而且得分差为七百一十八比五百九十。大都会队由四月七日自从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展球季以来，二十四次赢的系列赛。 六次在系列赛败北，还有三次打成平手。大都会队在这场赛事由现年二十九岁的右投手沃克 t a i w a n i a Manuel Walker） 先发，他目前在整个球季出战十八次，一百零三点一局，投出九胜二败的成绩，获胜率百分之八十一点八，场均防御率二点七九。相较之下，他于二零二一年例行赛季先发虽然达到二十九场一百五十九局，却只拿到七胜十一负。 防御率四点四七，沃克是于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加入大联盟后，待在西雅图水手队共有五个球季，以及效力于亚里内响尾蛇队三个球季。至今例行出赛一百五十六场，一百五十二次先发，八百四十四局，战绩五十一胜四十七负，获胜率百分之五十二，遭到对方击出七百六十三支安打，一百一十三支全垒打，失到四百零七分和有三百五十九责任失分。 还有七百五十四次三阵对方和二百六十七次四坏球保送，二十三次爆头十二次故意四坏球，场均防御率三点八三。马林鱼对于这场赛事由现年二十六岁、来自委内瑞拉的右投手罗培兹 （Pablo Jose Lopez） 先发，他目前共出战多达二十一次，一百一十八点二局，投出七胜六败的成绩，获胜率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场均防御率三点四一。相较之下， 他于二零二一年例行赛季先发达到二十场一百零二点二局，只拿到五胜五负，防御率三点零七。罗培兹在这场赛事表现明显的不如沃克，先发登板指撑住二点二局，三阵对方一次，以七十一球数面对打者十九次，遭到对手挥出十二支安打丢掉六分，都是责任10分。大都会对这场七月底的胜利，再次吹响例行赛季下半场的冲锋号。彭广阳。 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